共读圣约翰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就对门徒们说：“我实在跟你答，你们因我的名，不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直到现在，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，求吧，必会得着。后世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。”我用鼻祖对你们讲了这一切，时候来到，我不再用鼻祖对你们谈话，只要明明向你们传播有关乎的一切。到何日子，你们要用我的名祈求，我不向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乎，因为乎自己爱你们，因你们爱了我，且相信我出自天父。我出自乎来到这世界上，我又离开这世界，等客户和过客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了。教会兄弟姐妹，今日耶稣向门徒们说：“一旦教职中无应应该名求什么？”这里就是因为门徒跟耶稣主做不的时候。伊人迄种事是专心听耶稣主个道理，了甲耶稣主都学，所以无爱去想到爱求理解。但是耶稣主他最终也离开了，也离开，所以耶稣主提醒伊人骄傲那是爱祈祷个时候，伊人爱用伊个名来祈求。用耶稣的名来祈求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人求的时候要用耶稣主的思想，要有耶稣主的意向。虽然耶稣主后来逆性无给人做母，但是耶稣主的精神就要给人做母，所以人所想的、所爱的、所希望的，就要对耶稣主的善意。耶稣主单，那是伊人出生做 Q 吧，伊人必得着，伊人个喜乐爱圆满。所以，咱祈求个时候，咱就爱记得，咱就爱应耶稣主个名。应耶稣主个名，就是咱就爱对耶稣主个思想、耶稣主个希望来求。咱爱明白，天主是天主啊。咱求个时候，咱袂得。当作咱是天主，就是咱甲天主答，天主我爱自己，我爱自己，我爱自己。安尼，咱变作是天主了，咱命令伊哦，咱答，咱爱自己，爱迄个啊。安尼，天主就爱听咱个话，唔是就是。咱是咱天主是天主，所以咱求个时候，咱爱轻松，咱爱明白他天主有完全个自由。呀，咱个爱相信天主。比人如今食人，天主在人的需要是理解，天主也爱惜人，天主也在人的心，所以伊对人所赐给人个啊，是上好个，是为人有益处个，所以咱卖家己以为家己真强啊，了咱有时比如说咱为咱个家人啦，我咱为敌人去求啦，咱当咱真好心嘛，咱为真当咱求啊，所以天主无答应人。是，咱是用心好心去为别人求，但是咱就爱明白，咱唔是天主啊，所以咱袂得命令天主的，天主你硬就爱学我自己，你硬就爱做呢，咱爱完全的顺服于天主，因为天主就会明白，天主退唔是暂时的，天主是退永久的，天主唔是退自己人和个人的，天主是退传播的。所以天主所赐的，天主所答应的，为人是上好的。所以咱希望咱祈祷的时候，咱就用着神的心，咱就爱真正是用耶稣主的名，意思是讲咱对伊的思想、伊的意向、伊的希望来求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